连续5年被评选为质量最高的汽车品牌 ，Kia 汽车美国公司最近盛大宣布了，2019年全美汽车销量突破了615000辆，比去年大增4.4%，创下历史第三高的年度销售量。Kia 汽车美国公司表示，在全美汽车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，Kia 汽车的零售额还增长了7.4%，这得归功于消费者对 Telluride 车款的青睐，提升了 Kia 汽车的整体销售业绩。Telluride SUV 以优越的性能，在上市后的头11个月内就销售超过58000辆，而 Telluride 更被 Motor Trend 汽车杂志评选为2020年度 SUV， 同时还被专业汽车网站 KBB.com 评选为最值得购买的汽车。除此之外，广受欢迎的 Sportage SUV 也连续2次创下有史以来的年度销售量。展望未来， Kia 汽车将会继续努力，为消费者打造出最优质且最安全的汽车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采访报道。